我哋而家咧就做68题，咁咧68题咧就冇图嘅，佢就话有一条直线5x 减3y 等于30，咁佢就话咧 cos 的 x axis 同 y axis a and b， 咁我哋唔知佢喺边度啦，咁我哋系咪就睇睇先。嗱，咁类似咯，我哋随便咁画啫，呢度 OK。可能畫錯了，我們不知道畫這裡 OK， 好，那就譬如說在A 的點就是X axis B 的點就是Y axis X 的點 B 的點 OK， 記住呢 A 這一點在X axis上面呢一定是 Y 坐標等於0的，在 B 的點在 Y axis上面呢一定是 X 坐標等於0的 OK， 那我們可以去找到 A 和 Y 的 OK， 我們去找 A 先，就代 X同埋零，即係代 y 等於零，代 y 等於零，即係話咧，5x 等於30，x 等於六 ，OK， 咁 a 咧就等於咧係60。好啦，將佢縮細少少。OK， 咁 b 個點咧 ？b 個點咧就係代 x 等於零喎 ，OK，x 等於零，咁就變咗係負3y 零減3y 等於30。y 等於咧係負十，咁所以咧 b 就等於咧就係零負十啦。咁跟住佢問我哋 midpoint 啦 ，midpoint m 啦就係等於咧頭間未除二啊，六加零除二，零加負十除二，咁等於咧就係3-5，結果就係 a 嚟嘅。